你可真会玩，你真的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，白胖爷。 看着我。你快输了，真的。副主编，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。你刚刚叫什么？ 是谁告诉你的？我叫白浩宇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副主编直接叫你的名字，我可能口齿不太清楚，我叫的是浩浩。你怎么会知道白胖宇？是谁告诉你的？还有称霸全校，还有小时候抖腿这个习惯。很多人都会抖腿啊，就是如果无聊了也会抖腿，可能我比较倒霉被副主编看到了吧。还有像称霸全校这种话，小时候小朋友都喜欢这样说啊，小男孩啊，像玩小弹珠啊，都会说要称霸全校，这种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们要不继续玩下去，还是应该有回答。你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李慧珍，副主编，是实习生李慧珍，你怎么了？你好。我总算找到你们了。你来干嘛？不是说了一起吃火锅吗？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呢？而且跑了这么远的地方。啊，你不想请客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啊？不是我是过来出差的，谁会为了躲一顿火锅躲这么远呢？你也真的是会说话呀。我会，哎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哎，副主编，我听朱英姐说你们出了点意外，但她也没说出什么意外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要是你们真出了问题，我还能搭把手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穿的这什么衣服啊？情侣服吗？这么难看。干嘛？没想到你是工作这么认真的人。既然这样，各自回房间休息吧，明天还要选景呢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要不然一起喝一下。我不喝酒。哦，那我们去吧。走吧，早点喝完，早点休息。还是吃火锅吧。这哪有火锅呀？你也真的是奇怪呀！你让一下呀。干杯！哎，难得有一天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感觉太棒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出来的太急，换洗衣服都没带。我干嘛？我又不可能把我的衣服借给你穿啊！借着换洗衣服，我也不知道会出事，我什么都没带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们俩究竟是因为什么意外，才耽搁这么久啊？过期了吗？度应该还行吧。啊，你们俩有鬼是不是？哎，你告诉我，不说是吧？那你千万别说。哎，慧珍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照片。那天我跟副主编，他们俩人。哎，你没带换洗衣服是吧？对啊。一会儿我去小卖部帮你买。乖，来，哥哥帮你开酒啊。啊，不用了。
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倒还有半瓶没喝完呢。来，吃菜。谢谢。哥哥。嗯。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们俩在公司以外都是以兄妹相称的。哎，对吧，妹妹？嗯。来，别说话了，这就多吃点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不愧是李慧珍，跟任何人都能相处得很好。哎，哎，妹妹。这真是什么玩笑都不开！你这头上什么东西啊？你能不能不要再开玩笑了？没开玩笑，快！哎呀，天哪！我真的有的时候搞不好，天天都在干嘛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一下。有东西是吗？你没开玩笑？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是把这个小朋友玩的东西，真的是。来，哦，你干嘛？有蚊子。哎，你故意的吧？你笑什么？我问你话，你笑什么？你长得好抽象啊。我抽象吗？我的妈！哎呦，副主编，副主编，哎呀，你别这样动他，他喝醉了。他喝醉没过程的。他就半杯他就倒了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你赶紧背他上去啊。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就别当导盲了，来来。小心小心！你别背了，哎，你别背了，刚到啊，你小雪，咱们走的路对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雪，你没事吧？小雪。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吃坏肚子而已。你的腿呢？没事吧？那能没事吗？我都摔成这样了，你摔一个给我看看。那你还能走吗？我背你回去吧。嗯。